贫老鼠、龙鼠求见，让伊进入。你看，工人难搞，心机稳的，咱又见面咯。好久无听你这样叫我咯，你知影我来的原因？我看过九龙天书，无你是想要讲什么？保重。哈，这种讲话方式已经真久真久不有过了。我要讲的你未听，你想听的我未讲，弄到了这最后一刻，你也是不肯跟我讲，你为什么要害众的嘛？是不是最后一刻还没定论，你也想要阻止我？我要开启模式，你怎样？开启方向吗？比你更清楚，你到底是为什么？游戏总是爱有一个结果。唉，那咱可能要有见面的机会，说不定。红调，义父，当初看到你的时阵啊，你也这么细汉，已经遗忘了过去所有的记忆，转眼就已经这大了。啊，看到你呀、啊，就感觉家己老了。义父就算无看到我，看到从容，看到义无心，你也该感觉家己老了。哈哈，以前我也想过啊。等你大汉了后，会当做从容的媳妇，但是从容的个性太软，一定让你吃死死。而且你的主人也未答应。现在看起来啊，说不定无心也比较适合从容。伊现在心有所属，从容来不及咯。红蝶，好好保重。三天后就是你的生日，衣服无什么通给你的，想想呀、啊，也真亏欠。过去亏欠的，就以后补偿。哈哈，过去亏欠的，就惊以后来不及补啊！若有机会，可以连我的份也一同补偿。你呀、啊，算了，别讲的拢讲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好友，保重。你知道我此刻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？好友要什么愿望无法达成，需要老友帮忙吗？就算你肯帮忙，也达成不了了。是什么愿望如此的艰难？就是再有一天，你我总的，咱三人如同过去做回饮酒的日子。那永远的妙境三杰，好想你啊，好想你啊，失去你爱我怎样办？失去了你的一切梦想，你的残剑对我来讲有哪样？看起来是无实现的可能了，我要离开了，红蝶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心机稳的。好好照顾你金存的兄弟。几乎信息不对。红蝶，你下去吧。主人，好好研究我送你的礼物，决定怎样做吧。